好，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这位小伙子，他今天是因为一个人而来的，是不是又奔哪个姑娘来的呀？就是。这个人是谁呢？来，我们掌声有请这小伙子。全程热烈。金馆长，中大一单下子是广场，他们东北爷们儿贼拉拉的强，甭管都是火海都敢去闯。台上十六位女嘉宾，大家好，我叫宋同娇，来自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大小金镇西洋木村，我的爱情先生是全身热恋回头客，兄弟两个都来过，台上姑娘都不错，今天我也领一个。听没听出来？爱情宣言回头客，是参加完我们节目的人给介绍的回头客。对对对对，是吗？对，因为我的两个哥们都来过，俩哥们都来过。对对对，就是口口相传，你看全是那这口碑是吧？把身边的所有单身的都介来了啊。茉莉，我发现呢，自从大新和大圆圆走了以后，我就变成了新晋被灭亡。为啥要灭我？给个理由吧。就是咱俩这生活方式可能不一样，你平常玩说唱，你这没啥事哼哼哈哈的，我在呜呜喳喳的，咱俩那多好吧，我哼哼哈嘿，你呜呜喧喧，正好配一套，咱俩一起在一起过日子，一天不用啥了，就那我干这玩意儿了。你耕田来我唱歌，你干活来我唱歌，你做饭来我唱歌，你睡觉来我唱歌，多好啊。那你管唱歌了，啥活都我干了呢吗？就觉得两个人生活方式上可能不大一样是吗？对对对对对啊。好，来看一下十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我看这小伙撒不好几圈的架势，不像是为一个人来的是吗？你是为一个人来的吗小伙？对。那你看好几圈，他是不是看好几圈？我走个排场，我得给台上众多女嘉宾个面子。好，来看一下小伙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大家好，我叫宋松娇，我可以说是全身热恋的回头客。我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我的两位朋友都上过全身热恋，下边我给大家介绍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第十四季第一期男嘉宾关帅，今天我又来了，而且我又带来了我一对发小，可以说我关帅身边的朋友个顶个是那样的。还记得之前我带来的吉林市龙潭区大口琴满族镇前端村首富常无名吗？人家现在两口子过得可好了，明年就要结婚了。今天我又带来了我的一位发小，可以说他也是那个。来，松，过来。上台之前，我嘱咐你几句话：在这个舞台上，谁你都可以逗，唯独十五号大圆圆你不能聊着，因为他毕竟他是在这打经的，闹完他都抠你眼珠子。台上的女嘉宾，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抱拳了。那么我第二个上过全身热恋的朋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是第十四季牵手男嘉宾常红明。大家好，我是常红明。大家好，我是常红明牵手女嘉宾，我叫博威。很感谢全身恋舞台让我们牵手成功。现在我俩的感情非常好，初步有结婚的打算。小宋是一个非常幽默风趣的人，对兄弟朋友是一个特别仗义的人，特别是对女朋友，那是实实在在一个大暖男了。台上女嘉宾如果有喜欢暖男的，请为他留灯吧。我今年23岁，老家是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大小金镇西洋木村，现在我的父母都在南方包工程，我就不想靠家里，就想通过自己的实力打拼事业。现在我在吉林跟朋友开了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每个月收入大约10000左右。因为我重情重义还实在，所以我朋友比较多，平常帮朋友办事儿，万一卡脸了办不成，我都是自己想着自己掏腰包把这事儿给办了。跟朋友一起吃饭，一般都是我早早的去把单给买了，我觉得跟朋友在一起就不能抠搜的，所以要问我这人咋样，那就得问问我的朋友们。哥们们，我这人咋样？五星红旗迎风飘，谁能不如宋腾蛟。耶、yeah!
这可真是回头客是吧？这个又是关帅给你带来的。关帅是上了一把节目，对象没相成，不停的拉回头客往节目组啊。结果呢，他拉来的小伙人全都成了。是是啊，他们今天来没来啊？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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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第二现场。对对对，快连线一下第二现场看看。好啊，来连线一下第二现场。你这对象没找着，我看有点发福啊，这咋这横成这啊？胖了。幸福的呀？胖了。幸福啥呀？都成了，就我自己单不棱子。哎呀，陈红明啊，你俩处怎么样现在？挺好的，感谢那个燕子姐、王哥，感谢全程热恋的节目组，那个，对，感谢你，感谢我兄弟。那个，我俩准备那个明年夏天就准备结婚了。感谢，感谢大家。哎呀，又一件喜事儿啊！关帅啊，你说那个打更的走了啊？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心情其实挺低落，我以为他还能打更打到最后呢。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他走了，我万万没想。但是我有一种预感，我预感他还得回来。闹着玩，我希望台上所有的女嘉宾吧，都能够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如意郎君啊。然后小宋呢？非常仗义，人品个个都没有毛病，而且说非常搞笑，非常幽默。台上的女嘉宾如果跟他牵手了，保证你们每天都会很高兴的度过。而且在这里我再祝愿我的好兄弟常红明，提前祝你俩新婚快乐。也祝愿，也希望让你跟王哥还能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想来。现在看来啊，你是全程热恋正经打更的呀，燕子，我强烈有个建议啊，下周开始，咱不是反省季就开始了吗？对呀，咱就把15号那个打更位留给关帅。谢谢王哥，谢谢燕姐。减减肥啊，减减肥，必须减。啊，好好好好，来好，谢谢啊，谢谢。